这首歌不适合在前妻面前唱吧？我方便把我的前妻请出去吗？盘点未曾接梗名场面，介绍一下自己。红包开哪可没给呀？城里都东南改定的。啊，他说他是岛民。我找翻译找了很多年了，小伙子。我今天确实是自己掏腰包买票，这个乘坐这航班的。您作为公司的高管，完全可以免票。对，但是我不。所以我个人是准备开完这场演唱会就彻底告别这个舞台啊，没想到出这么一档子事儿。那也不影响你退出。嗯，好，那谢谢啊，我这边航班。你看看，没有鼻子都能吹，没有手算什么？我的眼睛就是尺，我说几尺就几尺，我的笔杆就是枪，哎，枪枪定在真相上，我就是孤身走暗香的卫星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他就带音儿。我确实没有不在场证明，因为我在场。你出卖了你的爱情。殊不知，殊不知婶知吗？主办方的一点要换回来，我不急了。你别着急，我马上派我的司机过来接你啊！不是开车的司机，是私人飞机的司机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有股臭脚丫子味儿？可能它是臭氧吧。国王有99个兄弟呢，你有一个小公主不就够了吗？我不是够了，我是够够了。我不是够了，我是够够了。我们去跟他联姻，跟他99个小皇帝联姻。你一个人对99个？我也是想要为父王出一份力嘛，想出一口气吧，应该是。也是名牌啊，也是金的呀。怎么的？再往里，再拖。我这里面也是金牌，经得起考验的，我这怎么？我还没问这位大哥，你是做什么行业呀、啊？这还看不出窗帘生意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这打歌？啊，来，严肃一点。人都已经死了，我们就是适当的庆祝一下，嗯，就可以了。适当庆祝。好，先去看一下现场。好热。回到家还是脱个衣服吧，对吧？那我不打扰您了，您慢慢的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什么叫这怎么好意思？什么叫这怎么好意思？未婚妻，我的妹妹啊。姓魏，然后是婚字辈的吗？哦，未婚妻是你妹妹啊，一个是哥哥是夫，妹妹是妻。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太快了，慢点。啊，好，对不起，没编出来，编都不知道怎么编。你的孩子的老师叫什么名字？姓什么？肖老师应该很清楚吧？因为老给你打电话。怎么还没来呀、啊？孩子等了半个小时了。